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用。今天要看台大四工096这道题。这题目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，就会说求一根号一加根号一加根号一。好，这样子无穷根号的这个极限是多少？那这边呢，其实是需要一个假设，好，就是说如果它今天这个收敛，好，那收敛的时候呢，它今天这收敛的时候，它今天这式收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说这边。其实都等于这个阿尔法，于是我们有阿尔法等于根号一加阿尔法，两边平方之后就得到阿尔法平等于一加阿尔法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解一下这个方程，我们就可以解出来阿尔法等于二分之这个一加上根号五。但如果严格的说，你要先假设极限存在才能够这样说，对。然后这对。那这边呢，还有一个类似的题目，就是 a n 加一等于一加上 a n 分之一。好，那这边取极限之后呢，会得到 alpha 等于一加 alpha 分之一。好，那移项之后呢，我们也会有 alpha 平减掉 alpha 减一等于零。这边呢，也可以得到这个解。好，所以这两个解的答案呢，都是这个黄金比例。